啥？啊？这一天除了高兴的，开心的不得了你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小涵涵，马上我们就要开一个运动会了，老师让我们准备一些小食品。小食品？对的。买零食啊？不让买。不要买零食啊？那你出来干啥了呀？买糖果。就能买糖果？嗯。买几块就完事了呗，别的不让带啊？不能带水吗？带水，家里有水，矿泉水带着就得了呗。妈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非得拉着我要出来买东西了。糖果，你说在跟前超市买一个得了呗？嗯，不行，大超市里边有的糖果更多一些，而且我喜欢吃水果糖。哎，我这家真是，行了，别蹦。Fruit sweet。我这家拽文了。妈妈，给你练个武功啊、哦！武功啊？这是啥武功啊？踢腿。啊，踢腿呀、啊！踢的裤子都掉了。啊，前踢。后是旁踢。啊，旁踢来吧。呀！至于美成这个样子吗？来，给你们看看这走着脚步啊，出来就这样才走道。哇，第一次来到这个超市，好大呀！这边都是糖果，走不动道了，小韩。草莓的，来一个，一个牛奶味的。一葡萄味我的最爱，来两个，香橙味我也爱了，两个软糖。妈妈能不能吃个这个？你就是来买糖果的了，你要来个超市大采购啊？嗯，不是这买回你能吃吗？这个是大米崩的吧？对，大米崩的可香了，有时候的味道。嗯，酸奶块，谢谢。走，手账专区。妈妈，我想整沙漏。整沙漏干啥呀？那个就是手账计时、啊、不好意思不用。走，来，我喜欢的紫色。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了，好累呀、啊、你在这儿就是学坏了。买了一个软雪饼，我和妈妈都爱吃，之前涵涵吃过这个，给她当早餐。嗯，非常耐心、嗯、还有我的榴莲冻干的酸奶的。嗯，好吧好吧，非常 nice， 就 nice 了你。早餐的小面包，小蛋糕，那是这是散糖，好几种口味的。对，我说他这些糖都已经够了，然后他偷偷摸摸的又拿了一袋。哎呀，这个是添加了维生素的、嗯、再带几颗，不能超过五颗，完事了啊，运动会的时候。你欺负人。最后一样，我的小奶。这都是早餐，小伙伴们，你们也要少吃糖哦。这是开运动会，我妈妈才会买，要不然的话，正常生活中是不能让吃的。这期视频就到这了，想让大家评论、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拜拜。